多呢，连并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自满，大家自满。自满。什么叫自满呢？就是说，我认为无伤大雅的事情，我犯的错，神不喜悦，但无所谓啊。你看，什么叫自满？就是无所谓啊。我妥协了，但无妨啊。我做错了，尽管心里不舒服，但没什么大不了啊。尽管我的良心责备，但又不能坦诚这样。上帝知道我的软弱的啦，上帝明白我的，没有关系。这就是妥协。比如说谎，这些小罪，哎呀，说谎是小罪来的，我可以应付得来的，没有关系。但我想告诉你，对上帝而言，非常大的关系。今日的教会问题，今日教会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就是轻看罪的问题。我可以应付的，我可以应付我的罪。不，你不是去应付你的罪，而是你需要认罪悔改。别听你讲阿门啊！因为罪能够带你一步步走得更远，离开上帝。罪能够让你继续活在罪里面，不愿意走出来。罪能够让你付上更大的代价，那个代价是你无法承担的。可以听讲阿门吗？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再追求错了，你要拔出你生命中的警戒。你罪对话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我从不相信我们能够应付罪这件事，这一回事。罪本身从不妥协，从不让步的。多年前我还在新港牧养的时候，我有弟兄，他沉迷于色情片，每个月都有去他家，去他家找他教职啊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。有一天，他跑来找我，他拿一大袋的DVD、CD， 还有那个以前旧的那个 video tape， 全部都是3G片、4G片、5G片都交给我说，牧师你处理，一大包的东西拿给我说，我要改变，我要处理掉，我不要再看3G片、色情片的东西，你拿掉了。当时圣灵感动我，家里还有吗？就问他家里还有吗？他也很坦白告诉我，家里还留3片做纪念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对待罪的态度。老板不，一点点无所谓的，3片罢了，我都留一大袋了，3片罢了，没问题了。做纪念吗？你还对罪做纪念？不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你认为你可以管理罪的神话？我可以 manage， 我可以应付得来，这是神话嘞，不可能事情呢，不管理你的罪的。如果你能管理你的罪，你就不需要耶稣了。Hello， 师父，你看到罪最大的危机就是妥协。我在告诉你一个故事，我帮助你明白。尝试来的，不是牧师很厉害啊，尝试来的。你知道吗？猎人呢，怎样在森林里面捉野狼的吗？野狼是一个很狡猾而且很敏感的动物。你在森林里面，特别是冰天雪地的时候，你更难捉它，因为你寸步难行。所以猎人很聪明，他就会拿一个很锋利的刀，然后就捉了兔子啊、野鸡啊，那小动物的血涂满这个刀。因为下雪嘛，很冷嘛，这个刀很快就结冰了。结冰之后，他就在把另一层再撒上这个鲜血，然后就再让它结冰，如此的重复，到这个刀充满了鲜血，结冰的鲜血，然后他就会绑在那个木材那边，然后把那个木材深深的插在那个土地上，然后就躲了起来。野狼是一个嗜血动物，很喜欢血的动物人。远远就能够闻到，就算下雪的时候，
远远就能够闻到那个血腥味。他会为了这个血腥味，从有遥远的地方来去找这个血，血的来源，也来看到这个那只刀，已经冰镇的那只刀，充满血迹的血鲜血的那只刀。一开始看看，然后看看旁边有没有人，他很警惕，然后就开始向前的，用舌头去舔舔那个那把刀，舔了，然后再看看左边两边有没有人，然后没有人哇，可是他为了他看到这个血啊，很没大汗，不能控制，就一直在贴，用舌头贴到那个刀。贴到那个刀越来越融化了，也因为冷嘛，因为太好喝了，这血喜欢这个血，一直贴到那个舌头也被那个刀割掉了，也不知道他还在舔。最后其实他不在舔那个刀的血，是在舔自己的血，也然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，然后猎人就把他灭绝了。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？罪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不要变啊，敢不变啊，不要变啊，不影响我们的生命的。我告诉你，就是那一回事，就是影响你的生命。如果你不知道罪，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把罪放在我们当中，是多么破坏我们的生命的，你就会享受那个罪，你就会恨魔鬼把罪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或者用罪来引诱我们。我告诉你，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不要天真以为你能够应付你的罪，你并不能够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属灵功课。你不能够与上帝同行，又和撒旦魔鬼前走。阿门呐！来再一次啊，你帮我读啊，大一点的字啊，一二三，你不能。通通都把它砍断，来依靠神，可以吗？